透社引述了美国官员的说法，去年夏天美国跟澳洲的军队举行了互相军刀联合军演之后呢，设立了新的军备后勤中心。而报道指出，军方人士透露，互相军刀演习之后，美军把用在两栖登陆、地面作战跟空中作战等军事装备都留在了澳洲。这批的军备数量呢，足以供应大约三个后勤连以及至少500名的官兵，并且着眼于确保呢运补可以送达作战人员手中。原美国为首的盟邦担心呢台海的局势，也因此美国军方仔细检视本身的战备程度，力图在后勤补给这块重要的领域上迎头赶上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，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